各位好，欢迎回来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要继续看的是长颈鹿2018年高阶组的第16、17还有18题。那么呢，再看一下16题啊。这个下图显示直角 AB 三角形，直角三角形 ABC 的内切圆，然后 A 是一个直角，然后 AB 等于 15,AC 等于 8, 你可以做 B 氏定理哦。另一部分的内切圆的面积为 S π, 求 42S 的值。那么这边有 15, 这边有 8, B 氏定理 ,17, 这个应该不需要我多解释哦。那么我们就来做一点东西。OK, 既然这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嘛，对不对，那么也想必这边也直角，这边也直角，这边也就是直角咯。那么都是直角嘛，所以这个跟这个一样长，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那个内切圆的那个半径哦。所以这个是 R, 那么我们就假设这个是 A,这个是 B, OK, 所以我们就有 A, 我们就有三个等式 ,A 加2等于 15,B 加2等于B 加等于 8, 然后 A 加 B 等于 17, 那么要讲找到我们的 R 呢，我们就 OK, 这是第一式，第二式，第三式 ,1 加2减 3, 这样子我们就会有两个 R, 因为 A 加 B 加，然后减 A 加 B, 我们就只剩下两个 R 罢了咯，就等于15加8减17会等于 6, 所以我们的 R 会等于 3, 对不对，我们的 R 等于 3, 那么我们的内切圆的面积 Shaded Region Area 就是 Pi R square 等于3个 square,所以派等于9派，那么我们的 S 等于9嘛，对不对， S 等于9还没有完哦，他要的是 42S 啊，每次一定要看题目看三遍啊，加速这样子，就像我以前奥数老师这样，要加速的时候才会有分数拿，这样虽然讲加速未必拿分数啊，我不知道， but ok, 42个 S 就是9乘42等于378,这个就是我们第16题的答案， OK, 所以我们再往下跑。哇，这个我给自己太多空间了吧，这个。哦，不对不对，哦，不要往上，对不起。OK, 这个的话我们就有下图中这个弓 AB 跟弓 BC 跟弓 CD 的那个弓的那长就是一样长的，如果 AED 等于124 ACD 等于 X 求 X, OK, 所以呢这个是124是 X, 然后求 X, OK, 那么呢我们就加几个辅助线一下，我们在这边 AB 这边加一个辅助线，然后我们也要在这里加一个辅助线，这样子 OK, 所以我们这个 ABCD 就会变成一个圆内接四边形哦，对不对，那么他们讲了对不对，就是我们的 AB 等于 BC 等于 CD,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那么刚刚我这边有我刚刚之前的影片应该有一题也是有谈过，如果你这边有两个点的话，你不管在大弓上的任何一个点，它的这两个的角度都会是一样的，意思就是讲我们 AB 这边我们的角 ADB 会等于角 ACB, 所以我们角 ADB 会等于角 ACB,然后我们这边的角 BAC 会等于角 BCD, 会等于角 BDC, 然后我们在这里画 CD 的话，我们的角 CBD 会等于角 CAD, OK, 那么这个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会有我们看三角形，我们看三角形 ACD 好了。ACD 呢 ?ACD, 等下我要先做一个有点崩挨蛋啊，这个东西 ,OK。既然我们的 AB 跟 BC 跟 BC 那个弓长是一样的长对不对，所以呢如果你的弓长一样长的话，比如讲这样子，所以你的那个长度你的这个角度是一样直的。OK, 所以这六个的角度的值都是一样，我们 let 角 ADB 等于 X, OK, 所以我们的角 ACD 里面呢 OK, 我们三角形 ACD 里面不好意思讲错，三角形 ACD 里面有哦不是不要设 X 在这边 X 啊，所以这边有 Y, OK,
所以我们的角 ACD 里面有 X 再加三个 Y， OK， 三个 Y 等于180。那么呢，我们这边也有一个124度嘛，对不对？它是 OK， 这边是 AED， 然后这是 ACD， 这是 X， 这样子124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 ，Y 角的话，我们就有 X 加 Y 等于124啊，这样子是不是很容易解哦？啊，这样来，我们第一次减第二次，我们就有两个 Y 等于56。y 等于28 x 等于124减掉28等于96，对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信吗？我也不信，可是2018年真的是那么简单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是这个影片里面最后一题，第18题。那么如果 xyz 是正整数，使得这对东西成立，求 a 的值。那么这个下面这边很丑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那个平方根给开掉。那么我们在开掉平方根的同时，我们会发现到，如果我们开平方根的话，我们就会有上面是 x 平方，然后我们就会有分母是 x 平方加 y 平方加 z 平方，我会得到四分之一。那么这两个也是平方根了之后，我们会发现到，我们会加起来就变成这个，然后再加 y 平方 over 分母一样，然后再加 z 平方 over 一样的分母，我们就会变成x 平方加 y 平方 over z 平方，然后分上下分母分子都一样，就会变成 e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的二分之一的平方再加二分之三的平方再加六分之 a 的平方就会等于 e。 所以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 a over OK 36分之 a 就会等于 e 减掉4分之一减掉9分之4就会变成36减9减掉16 over 36就变成11 over 36。那么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得知我们的 A 就是11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就是开这个平方了，平方平方平方，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 的答案是11。对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简单不了。那么我们的这个影片里面就讨论了16、18。我们下个影片里面会讨论19、21，这个是陈景润2018年高阶组，那么就下个影片见吧，拜拜。